岭北对江东，烟山东，山途中，白叟对黄童，两鬓霜，一刻行心日趁酒红，七颗星，一袍风尧顺对苍生，天浩浩，日融融，弯月对长虹，我对你，嘴对心，九夏对三冬，两鬓霜，一刻行心日趁酒红，七颗星，一袍风尧顺对苍生，天浩浩，日融融，弯月对长虹。谢谢，掌声感谢我们的经典传唱人。两个小姑娘，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快乐罗杰斯，我今年15岁了。我的名字是小蜜蜂罗杰斯，今年10岁了。我们俩都是美国人。他朗诵古诗，你知道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他们是领会了词的意思，低头思故乡，他就会低头，然后忧伤的神情就会出来。因为我的家人都住在美国，我住在新加坡，所以我每天晚上看月亮就会在想，他们也在看一样的月亮吗？哇哦！你们对中国古代的小说有了解吗？就是《西游记》里边不是有很多人吗？很多角色，对不对？这些人在一块儿搞了一个大联欢，打一成语群魔乱舞，咱能说点好的成语吗？聚精会神，因为是精和神，是吗？对，哇，我感觉现在你俩的中文比英语好。你们有没有恶作剧过？爸爸妈妈能听懂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说爸爸妈妈，就是在讲他们。哦。所以，我们说爹和娘。爸爸妈妈都目前没有发现过吗？没有，没有。Welcome to stage, father and mother. Wow.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们的父亲。我刚才一拿到这个资料把我吓一跳。哦，孩子们的父亲名叫 Jim 罗杰斯，他是国际投资家和金融学家，华尔街风云人物，量子基金联合创始人，在国际金融领域和索罗斯、巴菲特是齐名的。哇哦，You're a big guy. I introduce you to the audience. 不要，不要，不要。Very small.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为什么会想到让女儿学习中文？ I first came to China in 1984. I could see that China was going to be the next great country in the world.And the Chinese is the key to the future. There's been change in the past 30 years.
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是1984年，他发现短短的30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惊讶的国家，所以他觉得学习中文是未来的钥匙，所以让我们俩学习中文。然后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是，爸爸妈妈在听的时候，姐姐是一直担当的是翻译的身份，所以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姐姐你一直都是翻译吗？ She is my best investment. She and they translate for me on the stage many times. 她说我们俩是她最成功的、最好的投资。但爸爸果然是商人的头脑非常精明，让女儿当翻译，连这笔翻译费都省了。你每次给爸爸翻译，他不给你工资吗？完全没有，我觉得非常不公平。那你们可以进行谈判呢。I can't afford to pay her. 他说他付不起我。现在听说两个女儿已经开始在用自己的中文，开始在做一些你们力所能及的工作。Yes, I'm incredibly proud, happy. Her father told her that she needed to get a job, so she decided to become a Chinese tutor to two little girls in Singapore.And she makes $25 an hour. 今天啊，其实爸爸妈妈说来到这里，正好赶上中国的传统节日过年。对。所以，一家人也想用中国的方式和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来庆祝这个春节。Daddy. 不要，不要。No. Where I already have the mark there. Tip. Yep. Smash. Well, good enough. Okay, mommy, 来。爸爸差点把笔弄断了。女儿说往下摁。So where do I start? 妈妈这笔写得漂亮。Beautiful.